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六关无尽结束星穹铁道，星芒说变七到十一更活动攻略阵容推荐矮星超巨星破敌先锋痛苦连环惊喜派对命悬一线致命弱点无尽终结。这一批视频是无尽终结，是比较有难度的一关。阵容方面，两个是用一个停云，一个娜塔莎。娜塔莎可以替换成任意大招放得快的角色，这一关需要操作一下。战斗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开了自动，但是银之二大招亮了就要手动放，娜塔莎也一样。接下来是演示流程。捍卫银河中的美，对吧？的捍卫银河中的美啊啊！一心红辉，捍卫银河中的美，捍卫银河中的美，谢美卡，捍卫银河中的美。就睡吧，嘿，被一力消亡，一点心意而已，何必在意？捍卫银河中的美，捍卫银河中的美，献给他，也好好说呀，啊，啊，求神恶鬼，有老子足矣。纯美永驻，捍卫银河中的美。哈，保命保命啊！一心红辉，捍卫银河中的美，捍卫银河中的美。献给他，因为你执行被一力消亡，捍卫银河中的美啊，终于睡吧，一起不还一起清扫认识 Ace 纯美永重，捍卫银河中的美，捍卫银河中的美啊，献给他，灵符灵符，求神恶鬼，有老子足矣，一点心意而已，何必再用？一啊，接一分布，绝情交，不对，二，一心红归，捍卫银河中的美，啊，一心红归。捍卫银河中的美，唉，是啊，他任务是吧？怎么？啊？二、呀，纯美永驻，捍卫银河中的美。保命保命啊，睡吧，一点心意而已，何必在意？被一力消亡，一点心意而已，何必在意？捍卫银河中的美，捍卫银河中的美，谢北他，哎，一心红乖。捍卫银河中的美，终于，凶神恶鬼，有老子足矣。纯美永驻，捍卫银河中的美，谢北他。行棍已执行啊。